迎接中秋节，新竹县恒山乡中秋晚会在九赞头阵前广场来盛大举办。乡长张志宏呢是变身大魔术师来迎宾，而在地的客家艺文团体是荡秀唱歌跳舞才艺，大型溜滑梯、跳跳床更让小朋友玩得嗨翻，吸引超过3000人涌入同欢。你也坐火车啊？穿上金色外套，戴上高帽子，恒山乡长张志宏变身大魔术师，和夫人热情迎接搭火车来九赞头车站的游客，还送上爆米花，一同欢庆中秋晚会。我们恒山乡总人口数才12500人，3000人来的人数等于呢将近是1/4来到我们这个现场，所以这种状况之下呢，表示我们的乡亲啊对这个活动相当的支持，这就是推动我们恒山乡公所为什么每一年都会来办这个中秋活动呢？而且呢，我们越办会越精彩，越办这个活动会越大。全乡1/4的人口都来了，大排长龙领美食兑换券和摸彩券，要来赏月同乐。哇，今天我们恒山呢，越夜越美丽，好热闹，一年比一年的人潮更多。我想非常感谢我们张志宏乡长率领的。我们乡公所的团队希望大家能够国家啊漂亮完美中秋啊，阿祥，我也听以前伯讲，我也冇讲到啊，要大家应该群表啫，来中秋提奖啊，希望大家能够啊心想事成，有冇穷人嘞？一年一年不一样，第一个活动不一样，人越来越多哦，阿祥请大家来到这动员啊，阿乡长这三笔，明年的奖品会哈哈多。在地艺文团体一上台秀出才艺，社区妈妈跳舞唱客家歌样样来，沙坑青营太鼓队也磅礴击鼓，大展不老精神。锣鼓声，精彩舞龙，看表演，吃20摊的美食小吃，亲子游戏区能彩绘月光球、画小叮当等喜爱的图案 ，FB 打卡还送精美礼物，大型充气溜滑梯、跳跳床更让小朋友玩得嗨翻。我是第二次参加这个活动。然后我觉得这个活动办得还蛮不错的，有小朋友可以玩的气垫床啊，然后还有摸彩活动。水利署北区水资源分署高举珍爱水资源的牌子，现场闯关游戏寓教于乐，让小朋友边玩边学如何省水、垃圾减量，携手爱护地球。洗过的米啊，我们就是可能用来倒在那个花圃上面。好，当然我们就是最常听见的就是，随手关灯或者随手关水这方面。每年都有办，一年一年好，真的，我们大家邻居这些真的很有福气。现场涌入超过3000人，邻居亲友几乎都是全家总动员来，一起同欢，热情洋溢，热闹滚滚的晚会，感受中秋佳节的温馨团圆。